近期电视剧《古谣》热播，收获了一大波剧迷。这部剧确实非常好看。该剧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石隐及热情仗义的赤足郡主朱颜因异化之恩结下命结宿缘，石隐陪伴朱颜成长，两人共同守护空桑王朝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赞。既然说到了这部剧，那我一起聊一聊这部剧的主演吧。肖战作为主演之一，宣传该剧可谓是非常卖力，为肖战的努力宣传点赞，接连发了多条宣传评论。讲了这么多，接下来就继续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去了解了解优秀的肖战吧。优秀、努力、帅气的肖战。1991年10月5日出生于重庆市，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2015年以选手的身份参加浙江卫视才艺养成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明星。